beside me, above and behind me, lovingly leading me home. Every step along the way. 现在还没有进场的运动员请抓紧时间。现在还没有进场的运动员请抓紧时间进入比赛场地选录。现在还没有进场的运动员请抓紧时间进入比赛场地检录。比赛即将开始，现在没有进入赛场的运动员请抓紧时间进入比赛场地。
在比赛开始之前，提醒一下场内所有人员，请将手机调至静音或关闭状态。运动员比赛期间，如果手机发出声音，第一次判犯规，第二次判负一局。欢迎大家来到乔氏杯2020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武汉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一阶段1-20组第一场，1-4组的第二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及运动员。2号台，裁判员曾业利，运动员吉振宇、吴国彦。3号台，裁判员李亚凡，运动员戴尔丹、李恒。4号台，裁判员张建国，运动员张子豪、王攀。5号台，裁判员杜桓玉，运动员李博宪、陈建峰。6号台，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于乐毅、周泽正。7号台，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张晶、郝天。8号台，裁判员张晓舒，运动员张琳。吴杰。9号台，裁判员冯雅琪，运动员孙明明、田成。10号台，裁判员吴妍妍，运动员范成、朱张华。11号台，裁判员彭程。运动员熊俊龙、沈申毅。12号台，裁判员张星星。运动员张毅、张庆超。14号台，裁判员傅中轩。运动员张建海、孙梦龙。15号台，裁判员傅一冉，运动员何礼亮、马红军。17号台，裁判员张希，运动员向代平、柳成刚。20号台，裁判员马红旭，运动员梁京明、张展。21号台，裁判员王航，
运动员薛子川、杨海。25号台，裁判员郭强，裁判员龙飞，记录裁判员马冉冉、刘凯，运动员任旭、夏飞竹。现在比赛开始。任旭你好。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夏飞竹获得开球选择权。比赛开始，第一局，夏飞竹开球。
第一局下飞主胜，比分1-0。开球，请打。第二局，连续开球。
陈亮，延时。是没有。
二局，沙飞决胜，比分2-0。第三局，沙飞决胜球。
寺庙，岩石。第三组沙发厨师，一分三十秒。台球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，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第四局，连续开球。母球过线，提醒一次。开球时机。继续去，稍等。继续击打。
十秒。延时。第四局，下位主胜，1-4。
第五局，下副球下去。Thank you.
是呢？
第五局连续胜，比分1-4。第六局，连续开球。
第六局，下对主胜，一分5-1。七局，下对主客球。比赛时间已过半。
秒。延时。第七局，连续胜，比分2-5。
稍微谨慎，应该都不要。第九局，下分局开球。
九局，沙飞主胜，比分7-2。官方暂停五分钟，五分钟未到，判负一局。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，在乔氏的推动下，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老婆，追上啊！来啊！啊，追上啊！乔氏金腿追分神器，硬核不惧匠心，职业标准也抱球杆，专注打杆，赢家选择世博台球杆盒，欧洲设计，高新工艺，三层抗压 PC 合金，六重保护，极力减少挤压、摔碰对球杆造成的伤害。质保3年，世博台球杆盒给球杆婴儿般保护。乔氏荣誉出品。ARP 以一颗匠心，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。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，懂球，懂力，更懂你。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，碳纤维纤脚，11.5毫米特制杆头，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，比旧球杆更具准度，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。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。博茨杆工学和中式台球。球房要省钱，就上蹭个够。原乔氏2000家高端球房全球直采渠道，现对全行业。
三分结束，比赛继续，第十局连续开球。十秒，延时。第十局，下分主胜，比分8-2。第11局，下分组开球。
结束，下回主胜，一分九比二，恭喜，谢谢。